一个突袭的头球打反方向，形成了一个平飞安打，果然是当今的打击王哦。罗哥呢突然之间加快了他的投球的节奏，但是邱志成呢是完全不为所动。节奏没有被破坏啊，那加上进垒位置在中间偏外比较高的进垒点啊，也打出安打。哇，打在中线，哇，直接穿了过去。这个球基本上只有投手稍微有一点点反应的时间了，但是基本上是很难反应的，打得非常扎实。要马上看一下刚这个强袭球有没有打中罗。哇，这是一个三振出局，三振王用三振的方式让自己的三振数再加一，这也使得罗哥在这一季呢投出了第62次的三振。精准的控球哦，所以这个出手反而是比前两颗进垒位置还高哦，让长打率暴增。好，收球之后稳稳地把球给送向一垒，完成了一垒的刺杀，解决掉了林安可。